共的厕所。甜蜜直降二，厕所怎么过？无限厕所怎么过？这无限厕所哦，好像是哦，这事儿啊，好像是这样的，厕所有个鬼，哎，我看见了，大伙儿看见了吧？哎，这鬼看见了哈，你看，看见这鬼了哈。哎，我们把这个，是不是得把这个鬼这门关上？然后跑着跑着可能就能找到鬼了，走。哎，没有。在厕所里干嘛？我不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干嘛。我要是一直跑，是不是能激起对他的，是不是能激起对他的什么？冒险欲望，然后他主动出来啊！你别跑了，你应该把我怎么怎么的。你别动，他回来了。嘿，到头了。前面还是，后边也是。哦，不是了，不是了，不是了，各位，鸡，鸡。虾，几级虾？鱼，虾，虎，鱼，虎，所以，哦，我是不是得推开两个一样的，对吧？哎，这是虎，对过这是鱼，这是虎。对过这是虾，虎鱼，虎鱼，虾虎鱼，虾鱼鸡鸡，两个鸡，对吧？两个鸡啊，鱼。五鱼啊，这是鱼，鱼，哎，对吧？这俩看看，然后是虾，嗯，虎，虎，虎，哎，这俩是看看，然后剩最后这俩，虾，哎，别有东西啊，别有东西，哎，嗯，螃蟹。多少出来个螃蟹？哦，第二轮了吧？这是啊，螃蟹对面是螃蟹，然后鸡对面是鸡，鱼对面是虾，这是虾，虾对面是虎，虎对面是鱼。鱼对面是虾，虾对面是虎，虎对面是鱼，那就是螃蟹对面是螃蟹，鸡对面是鸡，鱼对面是虾，虾对面是虎，虎对面是鱼，这是鱼。然后呢，鱼对面是虾，虾对面是虎，这是虾。
然后呢，这是虎，这是虎，哎，开了，开了节奏，往前跑，往前跑，嘿，厕所翻翻乐，哎，这件都藏着啊，就这件罐子。哦，没有，这件是个俘虏。哎，哎，我出来了。哎，那前面那门我还进吗？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呦，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对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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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皮，对皮。肯定得进，我进来我看看，你看看，看护人字条最后一部分，暗系吧，乌母可怜灵魂，从小坐在寺庙里，直到你生命最后一天，没有人知道你是否真的拿了十章，除了我。我试着沿着佛塔的底部挖，会不会要挖深一点？不可能，如果挖深点，整个塔就倒了。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在乌母死之前，他向我坦白，说他确实拿了十章，他本想把它融化，造成某种护身符，但当他生病时，把十章埋在了佛塔底部。即便他向我坦白了，我也不相信他是想把十章给我。他说他活的时候没有机会用到它，所以他会把它带到王者之地去。他把它埋在哪儿了？他在上面施的咒语让人们找不到吗？为什么把五魔看成马超借道？哎，这是个偷盗的故事。所以把它埋哪儿了呢？这有个钟，我过得去吗？解得开吗？解不开。埋哪儿了呢？请问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连哪儿有路你都不知道。我往前走走。哎呦我去！这一看就不好买鞋呀，这号。好嘛，您这寺庙。选址有问题呀、啊！您这寺庙盖哪哈来了？捅妖精窝了，这是嘛都有。这我又回来了，不对，肯定不对。那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你几点睡？现在几点了？哟，玩的是不是有点超时了？哟，还真是，11点了。但是我得找着存档的地儿，起码。长老莫怕。啊，你我都是修行之人。我。哦，这还有个门，我从这门走吧，要不从这门走，发现哪儿也去不了。哦，只能这边，这边可以。差不多睡吧，周三再玩。行，行，这又回来了，又回这塔了。各位，我看看，玩完再走啊，赶紧睡吧，明儿7点的课，好嘛，宝贝儿，你跟这闹得太那什么了，咱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这东西我先不找了，最后一关打完的吧。马上结束了，可是我找不着那个东西啊！我是不是要……哦，嘿，这说的杠，哎，这儿的对吗？哦，对，我得围着这边绕，我是顺时针绕，我跟他们不一样。顺时针一圈，我反了，我没反，我知道这是顺时针，别诓我啊，
这顺时针。顺时针是好事儿，逆时针是坏事儿。明儿上课的赶紧睡觉去吧啊！回来看回放吧啊！好嘞，我发我肯定发，看回放吧啊！我跑起来行吗？跑不起来。这嘛游戏？《甜蜜之家》二，两圈了啊！明儿上班可以扛，上班得别扛着了，咱就，哎，打工人，咱就留点那个没家没业的叶老二就完了啊！上学上班的赶紧睡觉去吧。应该是烦了，我先绕完最后一圈再说。甜蜜指甲子，明天休班可以看通宵，我播不了通宵。这是顺时针没错，三圈了吧？在破绽看回放。哎，好宝贝儿，睡觉去吧啊。那我跟他们绕，这是顺时针没错啊。这不就成逆时针了吗？看到人影，看见人影了。走一圈，蜡烛亮一个。啊，我逆着走吧。我刚才顺着走不行。哦，亮了，亮了一个，亮了一个，亮了一个，再来一圈啊！可是他说，逆时针是不好的事儿。行，我现在反正也逆了。村老喊宝贝儿，感觉像我爹。是呢，我就是你爹的岁数了，喊宝贝儿也不吃亏啊，也不是占你便宜，赶紧睡觉去吧。又亮一个，好，再来一圈啊！亲王绕大族，大亲王绕大族，大亲王绕族，起风了啊！起风了啊，各位！哎呦，看见了吗？吹落在我肩头的千本樱。大了，不急，明天上课睡，宝贝儿，别挨骂了你，你赶紧睡去吧。明天上课睡还行。哎，齐了！哎呦我去！哎，拿糟了！齐了吧这回？我可以找炉子去了，对吗？屁股亮街了！哎，我拿着了，走啊，咱一块儿。他不跟我去吗？哦，刀森，对，刀森，走，拿刀森去，上河边。上河边，对吗？上小河边，我开手电，开手电。还有刀，我这把我不进那厕所了，我直接奔河边，这儿过不去。那不是金刚杵，对，不是金刚杵，是那塔尖儿。那塔尖儿是那个铁做的，就有个小炉子。哎呦！好啊，倒霉娘们儿！刀森，
这柱上有符号，在哪儿了呢？上船上。哦，这儿。哟，这又来了，又到了解谜的时间了。我得把上面那四格都凑成白的，对吗？俩柱子，我知道柱子。仨，嘿，蒙开了，走。哎，我愣蒙开了，同志们，这就是为了让你们早睡觉，看出来了，冥冥之中被我蒙开了。我上哪儿去我？啊，瞎嫩的，我就发现那个最右边那个第三个，每回一摁它就爱捣乱，所以我就光摁前俩。这厕所我不能进了，对吗？哎，可以，我就光摁前俩，弄完前俩，然后最后就。哎，还在这磕的你，嗯，磕的。哎啊，又传了又传了，高光时刻，没错，炉子炉子炉子，好嘞，我找炉子去啊，炉子，小炉子，炉子在哪儿？炉子在另外一条道了，对吧？炉子在这边了。往右走，对吧？往右走，前面了，看见了，别过来啊！哎，我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不要过来给我捣乱，不要捣乱啊！嘛事儿没有，不要给我捣乱！哎，前面那什么东西？那是个什么东西？亮亮的，不管不管，这就是炉子，对吗？嘿，走，练起来，同志们加把劲儿，哎嘿嘿哟啊，同志们，练起来，火旺旺的，扫起来，轰隆，扫起来，香味儿都出来了啊，恶心窜啊，好用，点起来，孜然拉面一通撒，棒极了，我看出来个嘛东西。不是要出来个刀吗？锻造九合金金属，好嘞，那我现在就撑了，对，起雾了，歪了，歪了啊！歪了，歪了，歪了！这个 BZM 不是个好事儿啊！哎！哎呦我去！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没我事儿，没我事儿，没我事儿。哎呀！来吧，大师，大师，来来来。เนนครับ，ผมได้ลูกหาบมาครบตามที่เนนบอกเลยนะ。啊。ทีนี้จะเอายังไงต่อ？ดีมากโยม。ทีนี้เราจะทำ。你妈有。骂了我一句。哇塞！又怕谁骂？对不对呢？谁跟我一起的？เราต้องใช้สมาธิในการทำพิธี。ถ้ามากันขนาดนี้เห็นทีตีมีดเล่มใหม่ไม่ได้。เนนครับไม่มีคาถาไล่ผีเลยเลยครับ。มากันขนาดนี้คาถาอะไรก็ไม่ไหวไม่งั้นคงไม่ต้องลำบากตีมีดหรอก。好极了。ครับ。我搏斗去对吗？还不是在干个部门的。เนนทำพิธีไปเลยครับ行我拨斗去แต่เนนไม่มีของดีไปสู้พวกมันบ้างเลยเหรอครับ
啊，给我点吧。没米了。啊，听谁？啊，有吗？มีลังใส่ตะปูสังขวานอนอยู่ข้างนอกหวังว่าคงพอช่วยอยู่ได้นะอ่ะ我都拿完了刚才都เอาวะก็ยังดีกว่าไม่มีอะไรเลยเว้ย我拿完钉子了已经来吧妈也没有啊没有动静进来啊你练吧你在这儿我非得出去跟他搏斗去他保护教堂好嘞看看哪个谁我看还有谁我看看我看还有谁几个门就这俩门吧钉子是不是得扒下来哎呦我有的是静呵爽爽脏奶奶李奶奶灶奶奶你们都不如麻龟放啊脏奶奶李奶奶灶奶奶你们都不如麻龟放使劲对吗对吗对吗李奶奶灶奶奶哎你们对吗小兔崽子这对吗还往前走还往前走来了大波僵尸对吗大波僵尸没有波你没有波来了来了别来了别敲别敲嗨不给汤就捣乱对吗不给汤就捣乱对吗成群结队的来还哦没有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进来了哪儿进来的上困对吗哪儿进来的哪儿哎哪儿进来的你哪儿哪来的你好啊我让你进来了你就进了哪儿了我这视角不太好哎呦我去哎呦我得完了我没守住啊我去吧啊我阻止不了了快点吧我要死了我哎呦对蹲向跟前打本来就守不住多可恨第一波一边就一个对吗哎第一波一边就一个走紧接第二波一边俩
สะโอ别推了走走走哦这还有一个走后面还有走没钉子拿钉子可以啊这有点哎哎哎哎走走拿钉子有点打不过来啊有点啊进来了一个哎呦还在吃哎呦我去吧干嘛你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喝了命了跟我喝哎你要还是适合战斗类的游戏打得多起劲啊我不打了你们弄去吧你们有本事把那和尚挠死我去我动不了手我根本就哎呦我去吧快点吧还把门给锁了我下不去我拿钉子是啊我操你可完事儿了大师我都滚哎呦哎呦哎这回我就抖起来了啊不足มีดเล่มนี้ใช้สำหรับสะกดวิญญาณร้ายและปกป้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ท่านั้นจงอย่านำไปใช้ในทางที่ผิดเด็ดขาดไม่เช่นนั้นจะถูกติรชานวิชากัดกินจิตใจได้เอาล่ะเราเสียพลังจิตไปมากเราคงตามไปช่วยเอานี่แหละว่าใจเฮ้ยว่าขอบคุณเนนนะครับที่ช่วยว่าไรก็เดินกลับมาให้ได้เลยไอ้ว่าไรก็左许能乎吧我先把子弹填满然后我要去哪里哎从前面走子弹满药没有了已经没有大换弹了好明天军训赶紧睡吧填满出不去这个七岁样蔫儿自生自灭我从哪儿出去这儿好我现在出来了嘿
倒霉娘们，你跑吧你！你别让我逮到你，逮到你咱俩就离婚，我绝不再跟你过了，真的。晚安晚安，拜拜，睡吧啊！绝不再跟你过了，咱俩民政局门口见，咱俩啊。嘿，哪儿猜？我看你哪儿猜？好嘛，门都为他开了。好，他走的比我跑的快。你是干这个的？你练过？往哪边走了？倒霉娘们！离开寺庙，好，说的就跟我不想离开似的。哎，存档精灵，各位。我不管了，今儿就到这儿了啊！别往后走了，我感觉我离开寺庙还有一段距离，我感觉，要不我再往后走看看。扔匕首！哎呦我去！我给匕首扔哪儿去了我？哎呦！哎呦，厉害了！哎呦！哎，那我也不走了。我等那嘛吧，我等明天吧，我等礼拜三吧。咱礼拜三咱把最后这个接了得了。你们觉得呢？还有 CD 啊，更舍不得睡啊。礼拜三吧，不走了咱啊，行吗？今天有点太晚了，那礼拜三，明天后天行吗？后天咱把这个完了，然后看如果要是游戏，临大结局比较短，咱呢就接着玩看门狗，咱连把看门狗给玩了，行吗？好嘞，各位，感谢，谢谢大伙陪我到这么晚啊。然后我估计应该也是快大结局了，咱就周三咱把这个甜蜜之家最后这点过去，看看我们拿到了这个雷切以后有没有什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能把这些倒霉娃都给克住啊。行。那咱就礼拜。